far, no matter wherever you are, I'm with you. Deep in your heart, my love, I'll stay when I'm away, no matter how far.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这个影片呢，算是有点集合我一路以来，就是一直以来有收到很多不同观众的问题或是私讯，除了有关于工作之外，最常被问的就是关于我平常家里用的那些小家电。那我之前其实有在另外一支影片叫做《诚实豆沙包》，已经是很久以前拍，但是我后来因为搬了家，那陆陆续续也有在入手一些不同的小家电，所以今天就像是集结观众的问题跟我自己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小家电的影片。那因为我现在一个人住，然后慢慢的我现在也不是刚刚毕业的就是新鲜人了，我也算是工作了一段时间的老鸟，对所以在经济能力有慢慢变好的状态下，我在挑选我生活里面会用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会比较注重它的功能性跟实用性是不是很符合我自己的生活习惯。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今天能力许可，其实在挑选东西上面真的是要挑到自己喜欢、有效跟它的品质好。不过呢，当然是要戴个头盔，大家依照自己的能力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首先第一个我真的非常常被问的就是我的 iPad， 我用的是，其实我也忘记它的型号是什么了，我的 iPad 是 iPad Air， 然后第三代的，那搭配第一代就是最原始的那个 Apple Pencil。 当时我会想要换 iPad，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我想要开始画画。可能很多人会在想说，那我既然都要买了，我要买 iPad Air 呢，还是要买 iPad Pro？ 我当时买的时候，这台跟 Pro 的价差其实有一点大，那对我来说，我就是简单的用 Procreate 去画画，然后可能看个剧啊，或是平常查查资料什么的。我并不是要把它拿来当做做一些很复杂的影音的剪辑，或是拿来打游戏。但是最近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 Apple 最近要推出一个新的 iPad， 然后它会是搭配 Apple 它自己的，好像叫M11 处理器。那它的效能就基本上会跟一台笔电一样了。所以如果是以前的 iPad Pro 跟这台 Air 来比的话，我觉得这一台的性价比高很多。但是如果你对于效能啊跟性能有很高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最新的那个版本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很多人会问我说，我平常可能在影片里面那些插画呀，或者是 IG 上面，我有时候会写一些小字啊什么的，我是用什么画的呢？我现在固定都是用这个 Procreate 画的。这个 app 它是一个一次性的付费 app，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如果你平常有这种画画的需求的话，真的就给它买下去吧。加上你如果其他的东西也是用 Apple 家的产品的话，你在 sync information 的时候非常之方便。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空气清净机。那我的空气清净机是什么呢？等一下我把它搬过来。大家看到它吗？它是不是很美？没错，怎么办？它没办法入镜，好，那把它摆后面一点好了。靠近一点好了，虽然大家没办法看到它的全身。这台美到屏息的空气清净机呢，就是 Dyson 的，它的名字叫什么？我看一下，它的全名叫做 Dyson Purifier Cool Formaldehyde， 甲醛的英文怎么讲？我看一下 ，Formaldehyde。来，大家跟我念一次，甲醛是什么？Formaldehyde。这台是 Dyson 的二合一甲醛空气清新机，这个算是他们最新出的一个 model。那为什么会想要添购空气清新机呢？首先大家知道我的鼻子非常容易会过敏，我刚搬到新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冬天嘛，所以其实我已经有去店里面看过 Dyson 的空气清新机，所以我想说我再观望一下好了。那现在因为夏天了，然后我们又常开冷气，我们的空气也不会很流通，我就慢慢觉得不管我就是多努力的在打扫我的家里，我拖地，我吸尘，我干嘛干嘛，可是还是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致敏源。所以我当时就开始在寻找可以过滤很多不同过敏源的空气清新机。会选择这一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它除了空气清新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它可以侦测到甲醛，然后并且消除甲醛。那甲醛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是很陌生，但是因为它到底是什么你都
可能会有点 疑惑，对不对？然后其实我是之前有一次看 New Amsterdam， 它里面有一集是讲铅中毒，然后我就好奇，我就上网查说，哎，铅中毒啊，居家安全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才发现甲醛是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公布的一级致癌物。甲醛是在新的家具或者是油漆里面都很容易会有，就是高浓度的甲醛，加上我搬完家之后，其实添购了很多的家具，就你们现在看到客厅里面所有家具，基本上都是我搬进来的时候新加的，所以后来在搜寻资料的时候就看上了这一台。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在选购空气清新机的时候要注意的几个点。首先第一个是它的功能性，这台因为它主打的是除了过敏源之外还有去除甲醛的，所以就要看它滤网的过滤功能。那这台是 Dyson 最新推出的二合一，所以它就是有两个不同的 filter。 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它要怎么替换滤网，我看手残如我都可以成功。首先它两边有这样子的扣子，这样子两边请按下去，它就会这样打开，打开里面之后呢就会是两层的滤网，最外面呢是一个叫做 HAPA 的活性炭滤网，它可以滤除掉空气中高达 96.95% 的那些微粒分子啊、有害气体啊跟致敏源。加上它的设计是它一张360度包环绕着整个机器，所以它可以说是全机密封，所以代表它今天吸进了这个有害物质之后，它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它就是留在这个滤网里面，而不会就是流出去然后造成二次污染。那这个是第一层，在里面还有另外一层叫做催化滤网。那这一层滤网呢是可以持续的消灭甲醛，外面那一层呢是你使用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要替换的，但是它里面那一层催化滤网是不需要的，因为它有一个好像是自我修复的功能，它是一个永久性的。外面的那层滤网呢，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它是可以持续使用4000个小时。它的机器本身它会显示出你的滤网大概什么时候要更换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啊，我忘记什么时候装上去，什么时候要换啊什么的，因为这个很看每个人在家里的使用习惯跟你们家的空气脏不脏，应该是这样讲。所以在他们的 Dyson Link App 上面或者在机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现在滤网的使用程度，然后需要更换的时候它就会跟你讲。要收进去的时候，来这样，噔，好，我现在很简单的示范给大家看这个怎么用好了。首先呢，你把遥控器这样子点开，或是你用那个 Dyson Link 的 App 也可以打开它。然后你看一打开，它就会跟你讲说这个 air quality 的程度大概是怎么样。如果是绿色的话，就是安全范围；如果是黄色，就是要注意喽。然后红色就代表你可能要赶快搬家了，我乱讲的。然后这个遥控机上面有一个这样小小的 I， 对不对？你就这样点开，那你点完它就开始出现很多不同的指标，所以你看都在绿色，就表示我现在家里很安全，应该啦。然后再来就到这个。这个 HCHO 其实就是甲醛的指标，那我现在家里的含量非常的安全。你看它现在数字的改变就表示它在侦测我现在房间里面的甲醛指标。它有一个特别的甲醛侦测器，然后是固体的，固态的感应器会比传统的那种 gel 状的感应器寿命更长更耐用。那你们应该有看到我之前的 vlog 里面有出现过它，我觉得我鼻敏感的状况真的有改善一些。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是开放式厨房，所以有时候煮菜煮一煮那个味道很重，所以我就会开这个空气清新机，就是整个室内里面那种味道就会散得比较快。第三个是它的有一个叫做 air multiplier 的技术，就是可以把干净的空气吹到室内的每一个角落。那我觉得像我家这个空间不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一台放在客厅里面就非常非常的够用了。那这台我觉得老实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会是一笔投资，但是对我来说它提供的是一个帮我消除掉我那些看不到的在空气里面的敌人，进而我的生活品质可以往上再提升。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值得的投资啦。第三个我觉得改变了我生活质感的小家电呢，就是我的咖啡机。那这个我之前也都介绍过非常非常多次了。那我选的是这个意大利的品牌，叫做 DeLonghi 迪隆海，我到现在还是没搞清楚它的名字到底怎么念。首先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咖啡机算是开启了我想要好好生活，想要
提升自己生活品质的一个契机吧。因为当时如果有看我以前影片的就知道，我是阴错阳差的买了它，然后把它扛回香港自己用。然后我就慢慢觉得，哇，我每天或是周末的时候给自己做一杯咖啡，然后又用拉花，就是有一点生活的仪式感，这件事情是虽然它很小，可是它的确是在生活上有 make a difference 的。不过呢，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我究竟要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咖啡机。首先第一个，你的 lifestyle 是什么？你会追求很快速 on the go， 我每天抓了咖啡就走，或者呢，你是喜欢在家里慢慢的喝，然后慢慢的享受那杯咖啡给你的这种平静的感觉。第二个呢，是大家对于咖啡的要求。再来第三个，是你对于咖啡的喜好。你是喜欢喝黑咖啡的人，还是喜欢喝有奶类咖啡的人？那如果你是一个生活非常忙碌，或者你是一个学生，然后你没有太多时间在那边，你知道冲一杯咖啡啊怎么样的？其实我个人也非常非常的推荐可以买一个胶囊的咖啡机。胶囊咖啡机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牌子，但是我个人如果是我要买的话，我应该会选择 Nespresso。Nespresso 它有的咖啡胶囊非常非常的多。我自己之前在国外也有用过其他的胶囊咖啡机，可是我其实没有到那么推荐。然后如果你有一个 Nespresso， 然后你还是想要有仪式感一点的话，它也有那种旁边有可以打奶泡的二合一的机器，或者是你另外再买一个打奶泡的机器，我觉得也 OK。这台用下来我自己其实是非常非常满意的。首先第一个，它其实不太占空间，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它做出来的咖啡品质跟味道上面真的都还蛮细致的。然后这个我跟几个比较懂咖啡的人，然后包含我上次去上咖啡课的老板娘会跟他聊过，这台其实也是他们自己也蛮推荐的一台入门的机器。那这台我觉得跟一些专业的机器比起来，它的入手门槛还是比较低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周年庆的时候买吧，也是大概1500左右，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就是你看我用它做了多少杯咖啡。当然如果未来我有自己的家，我真的 settle down 了，我会想要再投资一台更好更专业的咖啡机。不过我觉得这台就现在来说已经是非常好，以及真的有提升我生活品质的一个小家电。好，接下来下一个呢，我们又换了一个场景了。没错，因为我现在想要来讲一下我的电动牙刷。那这个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其实现在都已经有在使用了。那如果有追踪我一阵子的朋友也会知道，我是一个对我牙齿非常没有自信的人，因为我的牙齿健康非常非常之差。有基本上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牙齿，就导致我当时蛀牙蛀得非常严重，然后我做了很多的根管治疗，然后总之就是我牙齿整体的健康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一落千丈的概念。那这种事情其实你也没办法做什么，因为换完牙之后就是牙齿不会再长出来了嘛。所以我后来呢就开始非常认真的在找不同的方法来保护了牙齿，吃完东西漱口啦，然后刷牙，然后用牙线，然后有时候搭配漱口水。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刷牙真的很容易会没办法刷到你所有该刷的地方。其实一开始我觉得电动牙刷只是一个就是噱头，就是你知道它只是厂商又做出一个产品来要你付钱什么的。但我后来是认真觉得，我觉得电动牙刷真的可以刷得更好，这一点是我自己是蛮深刻的这样子感觉啦。那市面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电动牙刷，那我 so far 只用过这一支，所以我没办法跟大家讲说哪一支是好用，哪一支是不好用。我自己 so far 用了大概一个半月，我觉得是真的也是一个 life changing 的小家电啦。所以真的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入手一支电动牙刷，然后保护好你的牙齿健康，因为牙齿真的是很贵，然后又不可逆。如果现在可以回到过去，我其他事情都可以不用改变，我只会回到过去，然后跟那个年纪小不懂事的我讲说，你给我好好刷牙，拜托。然后我顺便很快的跟大家就是讲一下我平常用的各式各样不同的电子产品好了，因为其实也真的很多人问，你们等我一下。平常所有的拍摄都是用我现在这台相机，是 Canon 的 N50， 它是一个专门去 vlog 的相机。然后如果你是刚开始想要入手一个拍 vlog 相机的话，我很推荐这一台。第一个，它可以翻转荧幕；第二个是它可以装麦克风；然后第三个是它可以换镜头。所以我这一颗的镜头是11-22mm， 对，算是一个很初阶的镜头，但是以
我平常拍的影片啊跟我的需求来说，我觉得已经很够用了，而且它的价钱也比较好入手，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然后呢，很多人问我说我平常录 podcast 的麦克风是哪一个，我平常录的时候用的是这一个，大家有看到吗？牌子是 blue， 这个应该也算是很多录 podcast 或者是做 ASMR 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的一个品牌。但是如果你有兴趣做 podcast 的话，我觉得不用怕，你不是一定要买到这么好的麦克风。有一些我之前好像听过，可能1000块或是1000块以下，其实也有品质还不错的麦克风可以选择。我现在相机的那个麦克风呢是 Rode， 你买一个好的麦克风，你收音收得好，我跟你讲，真的是会让你影片的质感直接往上跳3级，真的。我想我比较常被问的电子产品应该就差不多都介绍完了。那我觉得今天介绍的很多其实都算是一笔小小的投资，但是老实说我并没有后悔，然后我也觉得这是我愿意应该说投资回我自己身上，让我生活品质可以好一点的东西。那当然大家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不同的产品。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的话，好久没有讲这句话了，太 cringe 了，我们不讲了。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拜拜。Is this what it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